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大优婆夷第十四集。小主题是毗舍区前世的愿力。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啊，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修行啊，边工作边听经，边照顾自己的情绪，整天维持好心情，这样的话晚上回来见面，各位会发现自己修行进步很快的。这样的话才值得我们这一世生而为人，获得肉身来人间修波罗蜜。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啊。毗舍区前世的愿力。首先要复习祖师所教导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ฐานที่7。他与这句话的意思呢，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是身体中央的意思。坛来自巴利文坛啊，意思是处，第七是第七，总意思是身体中央第七处，它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生死睡醒的地方，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只是帕蒙坤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而已。这个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梦中梦幼儿园学校，我们只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啊，感恩教导我们修行静坐。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身体中央第七处。当各位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但里面呢，理论、实践跟验证总不会变，这是佛教的整体，扣扣相关。当各位的时间短，要重视修行，让自己能赶快验证佛法。首先我们复习昨晚的内容一点点啊。毗舍区花了9000万古钱币呢买土地来建寺，又花了9000万古钱币呢来建筑。有一天世尊用法眼，释迦牟尼佛用法眼洞察众生，就看见在安嘎国的巴提城，一位男生呢善根具足，可以证得内在的佛法。世尊跟僧众就出发了，离开萨瓦提城去度他。毗舍区知道，就向往去在路上呢觐见世尊，请世尊呢，请求世尊先留步，等我的寺院建好，先接受供养再走，可以吗？世尊就阻止毗舍区说：“毗舍区弘法度众是佛陀的任务，请你不要阻止世尊。”我们也谈到，弘法度众是出家人的主要任务，那在家居士的主要任务是护持三宝，的任务，中间有一个界限。一条线呢，平衡这条线，就是双方都感到法喜呀，法师也感到法喜，居士感到法喜，这是表示平衡。
假如居士不供养，居士法喜，没有护持三宝，对吗？不过法师没饭吃，法师不法喜，所以送饭要法喜。这样的话没有跨越这条线呢，各位才能维持布施的精神呢，能舍弃布施品，毫无依恋。毗舍区请求世尊下令一位懂得监督建筑工作留在萨瓦迪城帮他。世尊告诉他说呢，你希望哪一位法师留在这边就去拿那位法师的钵吧。毗舍区就想请目犍连尊者，因为神通第一，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目犍连说，目犍连，请你和500位弟子留在萨瓦提城帮忙监督管理建筑寺院吧。那也是如同毗舍区的智慧考虑的非常周到。当目犍连尊者留在萨瓦提城帮忙监督建筑工作呢，就是工作进步得很快，通过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啊，四个月后新寺院建筑就完成了。这座寺院名为东园精舍或者弥伽罗姆讲堂，弥伽罗姆讲堂或者鹿姆讲堂。东园精舍呢，布帕拉有1000个房间，楼上500间，楼下500间。九个月后，释迦牟尼佛跟僧众就回来，毗舍区就去觐见世尊，然后请世尊跟僧众入住他所建的布帕拉东园精舍。而且呢，禀告说我想连续共生4个月。隔天早上呢，世尊和僧众就到东园精舍接受供养。毗舍区就在共生时呢，有一位朋友呢，买了值钱1000古钱币的布呢，想要结缘。毗舍区知道说整个寺院呢，没有地方可以挂这条布了，因为已经挂布置的满满了。不过怕朋友误会呢，以为不想让他结缘，毗舍区就请这位朋友自己去看，找哪个地方，你找到你就挂，你就布置。结果这位朋友呢，走遍整个东园精舍，找不到任何角落可以布置。而且发现呢，他准备来的布跟毗舍区布置的布呢，价钱差很多啊，差很远。毗舍区准备的比较精致，比较昂贵。他就伤心了，站着哭泣，我应该没福报了。阿难尊者经过呢，就问他，居士啊，你为什么哭泣呢？他就回答说，我想用这块布结缘供养这座寺院，但是找不到适合地方布置。阿难尊者就告诉他说，还剩一个地方啊，毗舍区可能忘记了，这是你个人的福报，大福报。东园精舍虽然有1000个房间，但比丘们只能一人用1间房间。如果你把这块布铺在大门口阶梯前面，当法师们呢洗脚过后呢，就可以来使用你的布当做擦脚布啊。所以你就会得到大功德了。他听了法喜，十分法喜，然后按照阿难尊者去做。昨晚我们谈到这里，对吗？今晚前世的愿力。毗舍区在东园精舍连续共生了4个月。不容易啊，连续共生啊，1000位，对吗？有1000个房间，1000位法师。最后一天，他供养了袈裟和药物给
世尊和每位法师啊。毗舍区用了9000万古钱币来买土地建寺，又花了9000万古钱币建筑，又花了9000万古钱币呢，共生4个月，庆祝寺院兴建完成。毗舍区对这次的供养非常欢喜的，各位大德，他带领子孙和侍者们走绕整个寺院，布帕兰东园金舍。毗舍区因为法喜充满呢，就边走边叙述自己的布施功德啊，他就叙述的经典里面就记载说呢，声音很美妙，很好听，好像唱歌一样的。各位自己唱啊。我想建筑寺院供养三宝的愿力已经完成了、我想供养床、供养床单、供养棉被、椅子，给三宝的愿力已经完成了。我想供养袈裟的愿力已经完成了。我想供养精致美食的愿力已经完成了。我想供养饮料的愿力已经完成了。他边走边叙述自己的布施功德，如同唱歌一样啊，很好听。不过时间到了，要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先呢。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净、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
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萨玛阿拉哈，萨玛阿拉哈，萨玛阿拉哈，萨玛是正是善的意思，阿拉哈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哈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
默念萨玛阿拉哼，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
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
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颂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ข้า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ผีเสือชีใต้ลิงท่าเดจือซุนเหอชื่อโฉมันโจร่าจังกะตงเหวียนจิงเสอเปียนโจเปียน叙述自己的布施功德如同唱歌一样凡夫比丘听到皮舍区这种行为后呢以为皮舍区生病了就去禀告世尊，世尊是不是皮舍区有一点不对劲了生病了吗？世尊告诉凡夫比丘说，皮舍区他没有唱歌，也没有生病的，他是正常，因为他享受功德的愿力已完成了，令他感到十分法喜，而边走边叙述自己的功德。比丘们向世尊问说呢，皮舍区在什么时候发这个愿力呢？世尊，世尊就解释说，在十万大劫前，大劫记得哦，大劫是地球成住坏空整个循环啊，一个循环叫一个大劫。十万大劫前呢，是莲华上佛巴图穆德拉佛陀时代，人类寿命十万年，莲华上佛有十万位阿罗汉弟子。那时有一位大优婆夷，这位不是皮舍区哦，是皮舍区的朋友，他早晚都到寺院供养佛陀和僧众，他细心照顾僧团，如同母亲照顾孩子一样。这位大优婆夷有一个朋友，就是皮舍区啊，经常跟他一起来寺院修功德。朋友看他跟莲华上佛很熟悉，并获得世尊批准修八件功德，令朋友感到
欣赏和好奇，什么功德让他有这个福报呢？八件功德大家记得吗？世尊批准毗舍去八件事，后面我们再复习哦。大优婆夷的朋友向莲花上佛陀问说呢，大优婆夷是世尊的亲戚还是子孙吗？为什么跟世尊这么熟悉呢？莲花上佛就回答说呢，他是世尊布施第一的女施主，在十万大劫前就开始立此愿了，十万大劫前一样哦，要当布施第一的女施主啊，要花十万大劫的时间修波罗蜜哦，各位大德。这位朋友问莲华上佛说，那我能立这个愿吗？莲华上佛用无碍智洞察后呢，回答说，可以，你的愿力将在未来十万大劫实现。有福报的他听莲华上佛预言，未来十万大劫后将能成为未来佛布施第一的女施主啊，他就感觉啊，如同明天就会实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各位大德。有福报的人啊，听到佛陀预言啊，不管是多久未来多久会他的愿力会实现啊，他们会感觉啊，像明天就会实现了这是因为原因呢，是他的心呢是积极热爱修功德啊，各位大德，沐浴在功德中，而且呢，他们会了解轮回中的生命十万大劫是很短的时间。为什么短呢？因为从人间转世到天界，从天界又转世来人间，只在善道中轮回，就是天道跟人道。而且佛陀所讲的一切啊，必须成真的，必定成真。他感到法喜后呢，便恭请莲华上佛和十万位弟子呢到他家用餐七天。各位记得吗？莲华上佛有多少位阿罗汉弟子？十万啊，各位大德。莲华上佛默许应邀，就是静静啊，不讲话，表示接受这次的邀请了。隔天早上，莲华上佛呢跟十万阿罗汉弟子到他家接受供养，很殊胜哦，表示这位女士的家必定很大，对吗？才能请莲华上佛和十万位阿罗汉弟子到家供养啊。这个时代有吗？谁的家可以请十万位僧众呢到自己家供养了？好像体育场了，大体育场。供养的第七天呢，他向莲华上佛啊，他向莲华上佛和僧众供养袈裟。他禀告世尊说呢，此次供养的功德利益，我不是希望自己成为天上最有威力的天女。虽然我知道在天界呢是很快乐的，但是我不是想要享受什么天界的东西呀。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未来一尊佛陀与其僧众啊布施第一的女施主，并获得未来佛批准修八件功德，表示这八件功德是每一尊佛需要开给布施第一的女施主，各位大德。
莲花上佛再次洞察他的功德波罗蜜后啊，就讲说：“你的愿力将在未来十万大劫呀、实现。未来十万大劫将有一尊佛诞生，名为释迦牟尼佛。你将成为释迦牟尼佛与其僧众布施第一的女施主。你将能细心照顾僧团，如同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并获得释迦牟尼佛批准修八件功德。”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八件功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大优婆夷》第一集呀、谈到毗舍区大优婆夷呢，向释迦牟尼佛求批准八件事。第一，让他能供养语部给僧比丘僧众。第二，让他能供养食物给外地来的比丘僧众。第三，让他能供养食物给准备离开的比丘僧众。第四跟第五呢，让他能供养食物给患病的比丘僧众，以及照顾患病比丘的比丘僧众。第六，让他能供养药物给患病的比丘僧众。第七，让他能供养粥水啊，雅库，雅库不是雅库啊，给比丘僧众。第八，让他能供养浴巾给比丘尼僧众。世尊批准了之后就，制定戒律啊。僧众能多接受八种供养，如来批准语部外地比丘的食物，准备离开之比丘的食物，患病比丘的食物，照顾患病比丘的食物，患病比丘的药物，每日粥水，比丘尼的浴巾。各位会发现了，一切善果一定来自前生前世的福德善缘一定种善因才能得善报。如果今世希望自己成功某某件事各位就要多多修功德我们也会发现了很多修波罗蜜的故事也好很多菩萨很多阿罗汉大弟子能成功是来自前世的大布施然后就发愿，所以布施功德就这么的重要。各位大德，今世各位还有福报有生种在人间，是人间的福田各位要懂得护持在家附近的生种这是各位的福报，好吗？今晚时间到了，就祝福各位一起诵转法轮经的大功德，一起闻法的大功德，一起静坐抗疫的大功德。祝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财源滚滚，远离新冠肺炎，修行进步，正入法身。晚安，明晚见。因果之旅，内心无比精辟圣经，弃恶从善，存心敬意，撒手成欢，必会往生地狱。该知的是，非知不可，轮回苦海逃脱不得，无疑能够侥幸获胜，因果之旅纠缠不舍。即是佛陀世尊，广地神仙天人，同样无法逃遁。天王会回国有因地，尊卑贵贱，听听恶业或善行，心间愁怅，必追不到，恶果之毒，
恶道飘摇，心境明亮，向光普及，功德庇佑，将往生福乐之地。因果之旅，内心无比警惕神机，弃恶从善，存心敬意，撒手成欢，体会往生天日。因果之旅，内心无比警惕神机，弃恶从善，存心敬意，撒手成欢，体会往生天日。逃脱因果之旅，明理之人必行因果之旅，无人逃脱因果之旅，明理之人必行因果之旅，无人逃脱，无人逃脱因果之旅，因果之旅，明理之人必行因果之旅，无人逃脱，无人逃脱因果之旅，因果之旅，明理之人必行因果之旅。